欢迎收看白宫意见，我是张景毅。美国总统大选常常有十月惊奇，英文是 October Surprise， 也往往会影响美国大选的走向。今天美国当地时间十月的第一天，竟然是一次性的发生三场大事件。第一场是这一天美国东海岸码头的工人进行了将近半世纪以来的首度大罢工，据估计光一天美国经济损失就能够高达45亿美元。事态严峻，拜登和哈里斯在罢工正式展开之后才介入，并且表态支持工人。而第二场大事件是这一天，飓风海伦尼确定至少导致150名美国人死亡，目前还有600人处于失踪的状态。面对这美国史上最致命的飓风之一，特朗普灾后第二天就到当地看灾，而拜登和哈里斯也才宣布将在灾后的第四天会去现场。而在美国国内发生严峻的天灾人祸之后，也在十月的第一天爆发了第三场大事件，也就是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弹道导弹，并表明这是为了报复。在美国的支持之下，以色列大规模的杀害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反击行动。在拜登治下三年多，美国直接和间接卷入四场战争之后，一场更巨大、令世人担忧的中东两强的直接冲突一触即发。实际上，在此前一天，以色列也宣布了对黎巴嫩展开有限地面行动。而在这有限地面行动之前，以色列是杀了真主党的领导人纳斯鲁拉，并且导致超过1600名黎巴嫩的人民丧命，同时导致黎巴嫩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而就在以色列跟伊朗冲突风雨欲来之前，其实拜登就被记者问到与中东有关的问题。Mr. President, will you deploy more U.S. troops to the Middle East? Mr. President, has Netanyahu gone too far? Any comment on the strikes in Yemen, Mr. President?Strike 在英文既有袭击也有罢工的意思。那拜登呢，显然是听成了港口罢工，而非以色列在对加沙、黎巴嫩开战之后，还派出多架战机千里奔赴到也门袭击胡塞武装的事件。顺道提一下，白宫意见此前呢，也用我对中东的了解做过一期胡塞武装的硬核解析。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回看。总之呢，在拜登和记者这段问答当中呢，最开始的问答你可能也注意到了，记者呢问拜登是否会派遣更多的美军去中东，拜登很果断的用一个字回答 No， 也就是不会。问题是呢，在拜登回答不会之后几个小时，《纽约时报》就报道五角大楼将派遣多达3000名美军，增援美国在中东各地驻扎的40000美军。我在8天前报道过，当时五角大楼宣布呢将派遣小规模的部队增援，当时呢据传呢是不到100人哦，但是从不到100人增加到高达3000人，这可是大规模的军事部署。美国的三军统帅对美军大规模调动不知情，共和党方面也发出了质疑，美国现在究竟是谁在掌权呢？说到这呢，其实当天记者也问了拜登关于飓风灾情还有港口工人可能罢工的状况。从记者提问就能够知道，无论是美国的飓风天灾和罢工人祸这两大内忧以外呢，以色列和伊朗加剧冲突的外患，其实在九月底都基本是可以预料到会发生的，但是到了十月的第一天却都同时爆发了。而在这三大事件上呢，哈里斯全部都跟随拜登亦步亦趋，因此万一有一个事件处理失当，恐怕就会演变成改变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十月惊奇。尤其是在美国大选呢就剩5周，哈里斯和特朗普的选情陷入焦灼之际，其中呢充满最多变数的就是拜登任内在中东区域恐怕出现了第4个战场，美国似乎能无力左右局势。
因此呢，这期白宫意见啊，本来要谈呢，同样是发生在10月1日的美国副总统辩论，但是我决定聚焦更可能影响美国大选选情和影响世界格局的中东局势。至于副总统辩论以及其后续呢，包括事件的发酵、收视率跟民调呢，其实啊也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知道。我打算呢安排在周末的 VIP 专属问答中来谈，敬请锁定哦。好，那让我为你带来从美国的角度看中东这轮最新冲突的观察，以及为何拜登政府会让局势一再升温呢？那将来有机会的话呢，我也会从中东的角度出发，来硬核解析真主党跟伊斯兰革命卫队哦。好，那我们开始吧。伊朗在当地时间1日晚间呢，是向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的弹道导弹，照亮了整个夜空。事后第一时间，以色列跟美国都说，伊朗共发射超过180枚弹道导弹，大部分都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跟美国的军舰给拦截了，并无以色列人员的伤亡。但有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遭到落下的炸弹碎片波及而丧命。当天，拜登特别临时决定面见记者，并且说了这样的话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tively supported the defense of Israel, and we're still assessing the impact.” But based on what we know now, the attack appears to have been defeated and ineffective. 不过拜登说是这样说，但是影片显示呢，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跟美国的军舰并没有完全拦下伊朗的导弹，不少的导弹确实是落地了。伊朗称呢，这一回啊，他们是首次使用了高超音速导弹击中了以军的反导系统雷达。其实呢，之前伊朗说过，这导弹呢能够在400秒内打到以色列的大城市特拉维夫，且误差小于30米。对此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伊朗犯下了大错，将为此付出代价。而伊朗说呢，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警告以色列不要采取报复行动。伊朗之所以发射大量的弹道导弹，主要原因还在于以色列杀害了4万多名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并被认为在伊朗的土地上暗杀了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你能够想象同样的事情假如发生在美国，邀请来出席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国宾遭到暗杀，美国能克制吗？而在哈尼亚以外呢，真主党的领导人纳斯鲁拉也在以色列的袭击之下死亡。为此拜登还特别发声明说这是正义之举。拜登声明里没有提到的是，在短短几天内，超过1000名黎巴嫩的百姓同样被杀，那其中呢包括上100名的妇女跟儿童。这其实让我想到2004年同样的事件，但当时美国的总统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20年前，当时哈马斯还是由其创始人以及精神领袖艾哈迈德·亚辛来领导的。他在那一年呢，遭遇了以色列的暗杀。那当时呢，以色列是在直升机上面朝他发射导弹。那次事件呢，包括亚辛在内，造成了10几人死亡，是立即引爆国际的谴责声。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对，就是那位导致中东数10万人死亡的美国总统，他对以色列的暗杀也发出了警告，说他希望以色列能够牢记如此做的后果。或许因为如此，当时事态并没有进一步升级。当时布什其实也清楚，以色列最多的援助和高精端的武器全部都来自于美国。今天虽然也是如此，但拜登对于数以万计的阿拉伯人的死亡始终没有做出有意义的作为，甚至在以军开进黎巴嫩造成上千人死亡之后，对此没有表态的拜登在今天10月的第一天，本来呢还要跟犹太教的拉比共度犹太的新年，但是因为3大内忧外患同时爆发，暂时推迟。对于中东的局势，拜登在最近一次接受专访时，也就是1周前他上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招牌节目时，还特别这么强调。And I'm a very strong supporter of Israel. I make no bones about it. I said years ago I was a Zionist. All a Zionist means is that there needs to be an Israel. 同时，拜登依旧憧憬着中东这样的未来。I think there's also the opportunity, or still in play, to have a settlement that could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whole region. 实际上，不只是拜登，就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展开有限地面行动时呢，布林肯专门为美国著名的杂志《外交事务》写的文章也同时刊登了出来。尽管呢，拜登任期啊就剩三个半月，布林肯呢也是各种憧憬哦。文章呢说，拜登啊政府是非常的努力，以结束加沙的冲突，使以色列人和黎巴嫩人呢能够在边境的两侧安全生活，那同时呢避免更广泛的区域战争，并且努力的来实现该地区以色列跟沙特的和解。只不过这四个憧憬全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前去。这让我想到呢，在去年的10月7号加沙战争爆发之前呢，拜登的另外一个心腹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也是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专文，里面呢、也是各种幻想、说中东呢在拜登政府的努力之下迎来了好几十年未见的平静。然后文章发表完一周，巴以冲突持续了快一年，并且还在继续蔓延。这一年从拜登到沙利文再到布林肯，似乎依旧是各种憧憬，似乎依旧相信以色列会为他们带来中东的和平。一年来，尽管一遍遍被承诺和平，一遍遍的憧憬落空，拜登态度依旧。甚至在上个月底，美国时政网站的白宫记者还爆出拜登私下和有人说他感到非常的挫折，因为内塔尼亚胡时常羞辱布林肯，也羞辱他。但就算这样，拜登抱怨完还是决定推动以色列跟黎巴嫩21天的停火协议。拜登政府在推动停火协议之前，公开或私下都表示和以色列沟通过了，很有希望，时机也对。结果内塔尼亚胡一来到联合国大会时，立即推翻了白宫的说法，表明以色列不会停火。面对这样的状况，白宫国安会的主要发言人科比在电话吹风会当中是这样跟记者说的。So it sounds like there was an expectation that this would happen, and then we see Netanyahu come out and say, we continue to hit Hezbollah with all might.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reversal or a dismissal to you from the Israeli side? I think you ought to ask that question to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白宫都答不上来，竟然要记者自己去问内塔尼亚胡。尽管如此呢，在伊朗发动报复行动之后，拜登政府和以色列又完全的站在同一阵线了。不过呢，媒体也爆料，拜登的手下当中啊，其实有人是支持以色列向黎巴嫩开战的，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据 Politico 报道，拜登手下有两名白宫官员，一名呢是总统顾问，一名呢是白宫中东协调员，最近向以色列说，美国其实是同意内塔尼亚胡将战事往北扩张，以攻击真主党。因为真主党说除非哈马斯同意停火，不然真主党不会同意停火。但是美国认为哈马斯不可能同意停火，所以不如直接攻击真主党，以战逼和，再来对付哈马斯。假如这是可靠的消息，那美国无疑是拱火的。类似的话，其实 Axios 也报道了，说呢，有官员称以色列是在玩火没错，但是万一完成了呢？显然拜登政府内啊是有乐见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的，但同一时间呢，报道也说啊，有一票官员呢其实是反对的，担心呢把美国给卷进去。如果这也是可信的消息，那就是说拜登政府内部声音不止无法统一，还出现了各行其事的状况。在内部混乱加上各种憧憬又不掌控主动权，同时反应还慢半拍之下，在拜登接下来的三个半月的任期，中东局势可以说是充满变数。唯一可以预料的一个状况就是美国会继续提供更多的致命武器，恐怕也会派出更多的美国子女去往中东的前线，而这是与美国的民意恰恰相反的。美国昆西研究所下属的机构所做的民调显示，美国其实只有 23% 的人支持继续无条件的援助以色列，有将近70%的人支持停火。假如继续与民意脱节，假如中东冲突扩大，这恐怕将会成为决定这次大选的十月惊奇。而不幸的是，更多无辜的性命恐因此丢失。平安。